有一种生活的内敛和沉淀，不断提醒我应该常识多回的观看新的风景，才会孕育而生。在老街就像紫中三部，有许多精彩的老屋店家，他们绽放自己素人的美学，非常迷人。他如果设计一个左撇子的，我就来要组成一个叫他乱弹那个乐团这样子。谢谢啦，现在要叫出鼻烟。阿咧山河啊，阿着买酒去。哎，然后这个是自然农法的香蕉做的香蕉汤。哎，这个香蕉应该是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菜根椒。菜根椒。哦，皮要底下底呢哈。用皮来煮哦，较香。阿个那个高鲜。啊，真的。哎，我无另外还无个人讲真呢。对，最喜欢九龙较有诶。啊，我们希望一般的民众也能够感受到，这个是一个愿景。哎，像金蕉以前，金山的金蕉是，我那喝噶拢24点钟拢会出金蕉，啊，金马当然没落，所以我们就希望说，这样子的东西是不是能可能让社区重新活络？喜欢来刮，然后是我们的社区旅游，他就希望整体，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。我们要穷关关。